好，再镜头我们转到新加坡这个地方，说是全世界十大闹鬼最凶的地方，在旧的樟宜医院这个地方怎么凶啊？如果你去新加坡玩的时候，你问新加坡的朋友，你们新加坡哪个地方是那种最可怕的景点，他就会告诉你旧樟宜医院。所以他还在，他现在他这个医院已经荒废了20年，继续荒废当中。对，他已经被选为全球十大闹鬼的禁地，全球哦，全球。那他这个医院其实历史真的很悠久，他其实在以前英国人的时代，他就是英国的军医院，还有英国的军营。结果呢1942年的时候，日军呢入侵了新加坡，2天的时间就打进去，打进去之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日军的军医院，还有日军的军营。在这边，这个军医院跟军营呢，其实就是日本人后来在打马来半岛战争的时候，抓来非常多的战犯、战俘，或者是一些他们逮捕的一些人受伤的士兵。不是说方式，都是一些战俘被抓来的，抓来的战俘在这边呢， wow. 其实呢就是在那边接受他们的酷刑，在那边凌虐他们，被凌虐他们，所以这个地方的怨咒非常的深。为什么？ Wow. 因为呢这个地方他们当时这个日军集中营呢是怎么样对这个战俘的残忍行为呢？讲几个简单例子就好了。第一个，他们的日军为了娱乐他们自己呢，他们会把战俘呢排着一排。之后他们会拿那长长的那铁棍前面削尖了之后呢，用力一直直过去之后，看谁力气比较大，那个铁棍能够穿过几个人，他就赢。天哪，他在玩人肉靶。对，玩人肉标靶，这非常非常可恶，对不对？太残忍。另外他们还会下赌注，上赌注就是把战俘呢倒掉，倒掉之后呢，把战俘这样编好号之后割破喉咙。他们真的太闲了。比赛说看大家来下注说哪一个人呢，他是可以撑最久，血流最久，然后不会还没死。那在流血的过程多痛苦。所以说他们几乎是用这样的可怕的残忍的手段呢来虐待这些战俘，所以说这边留下非常多的一些怨恨。早期日本人真的太夸张了，非常夸张。所以呢他们的太平间永远是爆满的。太平间爆满之后，他们很多一直送来很多很多战犯，那战俘这边。另外呢后来日军呢1945年二战结束，日军他们撤退的时候，有很多日本的军官被抓了之后，这边变成什么？变成处决日本军官军人的这处刑场。他害别人，别人也害他。对，所以这边话很多的日本军人也被处刑，更复杂，更复杂。之后呢，这地方就变成了当地的医院。结果当地医院之后，大家其实没有什么敢去那边看病，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那个医院其实真的晚到了晚上的时候，要么听到脚步声，要么看到那个就是有人影之外，还会看到那个就是白影过去的白影上面就还会有滴着血迹那种感觉，另外还有听到那种凄厉的叫声、哀嚎声、哭声。这个医院里面其实闹最凶是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哪里？是他的酷刑室，就当初他们就是去处决这些战俘的这些地方呢，它里面其实这个战俘酷刑室里面呢，有一个长长的铁链是吊在半空中的，那铁链非常非常重，因为他们要把那个人倒挂，对不对？倒挂割喉咙，对。结果这个铁链在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房间，可是你去看，就是在完全没有封的情况之下，而且铁链非常重，对不对？它会自己有摇晃。哇，那个冤气有多重？它会自己摇晃，那非常非常可怕。另外就是它的太平间，因为太平间有很多人尸体就往太平间送，太平常爆满，结果太平间地上因为太多的尸体血迹，他们去清洗它，就有些地方的血迹呢，不管是你怎么洗、怎么刷、怎么洗、怎么刷，都洗不掉，非常非常可怕。所以呢，那个医院后来真的生意很差，没有人愿意去看病，慢慢的他就荒废了，在1997年正式就关闭。是，那他整个正式关闭之后，开始呢就大家很多闹鬼的整个传闻会出来，而且不是只有他，他连他旁边有一个军营呢，是新加坡的部队的一个演训的一个军营，那有一个那个突击部队的在那边做演训的时候。突击队员呢想说，那我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我寝室墙上画一个图形，当做我们这个队的队徽。就他就把画完之后，怎么越画，整个画完之后，发现所有人都觉得很可怕，一种他怎么画到最后变成一个撒旦的那个图像。就指挥官就说呢，不好看，把它擦掉。结果他们就赶快用油漆的把它洗刷，把它刷掉之后，就很奇怪的事情是，隔天居然那个图像呢又出现了。然后不管怎么洗，怎么擦。他隔天他又回来原来样子，又浮现出来，所以呢没办法，最后指挥官只好下令呢把那个房间整个封掉，从此不准用。1997到现在快20年都没办法处理吗？对，20年的时间呢，这个地方就一直在那边，很多人就想说那去探险一下，很多年轻人变旅游行程，就是去探险到底是不是讲真的，很多人不信邪的，不敢信道。结果呢就有4个当地中学生去呢去那边
探险之后呢，结果走到那个太平间的时候，就听到了很凄厉的那种叫声，非常可怕。然后他们想说要把那个窗户的拆下来，他们想要爬到另外一边去看，结果不管怎么拆呢，窗户都拆不动，一很腐的很腐烂的一个木窗拆不动，好，算要回去，放弃要回头的时候，突然整个木窗掉下来，砰一声，他们吓到往外跑，好，跑回家之后。讲说啊是可能被自己吓自己，对不对？结果这四个男生的其中有一个男生，他们到了就是回到家之后，突然就是回到家就晕倒，抽搐晕倒之后，在医院就昏迷不醒，但也差不多任何病因。那还有另外也有传说说，很多人到这医院去探险的人呢，就进去之后就没有出来。那当然呢，这个是他的整个的传说。可是呢，这个医院新加坡政府想不想出？他想啊，很想，想啊。所以说他因为这已经有名，这个医院已经有名到2010年还拍了一个电影叫《灵异张仪》，变成很有新加坡当地很有名的医院，就把他的医院故事整个拍出来，像变观光景点吗？对，变成一个很有名的恐怖景点。所以要拆也不拆了。对，后来呢，他新加坡政府要拆哦，就。新加坡政府一说要拆的时候，就有风水师跳出来说，这地方不能拆，这地方要拆的话出大事，这里面更他们这些怨灵呢，还四散会跑出来。好，然后当然新加坡政府有去处理哦。2012年呢就招标，招标说要把变成了就是把改成可能就是改建，就 BOT 一出去之后，之类的，对，结果呢没有人来投标，废标。到现在为止他还在那边。Catch me if you can.